那。好啊，小妹，你真的是一天比一天过分，竟然拿虫子吓大姐二姐。你不知道他们最害怕虫子吗？想打我们现在有意义。大姐，你们别坐了，我来坐。坐好吃点啊，坐好，别忘照顾呗。OK。小妹儿，别练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做的中午饭，大姐二姐还在生你的气呢，你继续端过来，就说你做的。行，我做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。你出来吧。